十数四大总计各有225席，所有少于此数者，225席就刚好，225席就是刚好，这叫持数。持能力虽量级数流动相等，然外流之力已尽续为以上持量、持数、持能力三者，不生禅定故，持气非真切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，他这个解释很奇怪，以上持量、持数、持能力三者不生禅定故，持气非真切，也就是说，何以他的持量、持数、持能力在这个范围之内就能够持气，范围之外不能够持气。